旋风孝子节目组公布了黄晓明、郑爽两位明星嘉宾后，1月5号节目组官微君再放料公布了第三位明星嘉宾，就是大唐第一美男杜淳。看看淳哥和父亲杜志国这么认真研究着电动小三轮，姥姥也是装作看不懂的样子。不过身穿军绿色棒球服，戴着墨镜，化身三轮车小王子的杜淳愣是把小三轮开出了超跑的感觉。而身后的老爸杜志国站在三轮车上，身着机车风衣皮夹克，炫酷十足，帅气不减当年。但是别看骑着三轮车，杜美男依旧昂首挺胸，气韵不减。此次父子俩首次同台参与湖南卫视的综艺《旋风孝子》，必定也会给观众带来巨大的惊喜。《旋风孝子》作为杜淳在湖南台参与的第二档真人秀节目，不同于《全员加速》中的火力全开，而是展现了和父亲相处的温暖亲情。芒果捞新闻看到型男骑着小三轮，还真是有一点诡异的萌感啊！报道。